怎么回事？哎，松哥，哎，松哥，你俩赶紧先找个口罩戴一下吧。赵继伟抓回来那小偷爆发性肝炎，在医院都已经病危了，这不全所现在全面消毒呢？哎呦，赵继伟人呢？在里边吧。哦，你先忙啊。哎。 跟这站着干嘛呢？大伟，你说我是不是真做错了？想什么呢？这就跟我上回一样，好好的，谁知道两头有病啊？别瞎想了，这都该吃饭了，肚子都饿了，你跟着傻站着算，吃吧，你吃吧，来，走。 怎么了？吃这么松？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了，吃啥吃？你傻不傻呀？跟谁过不去，不能跟自己肚子过不去。这话还你教我呢？来，吃那个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好饭解决不了的。如果不行，那就再吃一顿。快吃了。吃不下。 你别多想，你进来之前，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，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，不是你的错。可告诉我说我了，他还是着急。吃饭。嗯，你去帮我拿个臭豆腐。家属不来，来，他们家不来呀。 人说了，人是在你派出所病倒的，理所应当由你们照顾。你这样，你去查一下那个属地派出所的是哪儿，拜托他们帮一下忙，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嘛。行，我这就去。不是你说这着急为急，你可别说啊。 陈芝麻烂谷子，你说他干什么呀？他不说那行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。你本来就不该说嘛。嗯。哦，你看有没有汤？我去打汤。怎么了，秀山？这个事儿责任在我。 我去医院照顾他。你说汉子你，你这手上还有伤呢。我这伤嘛有事儿，这事儿是我引起的，我照顾他。赵继伟，轮也轮不到你。所长，我去。大伟，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好好吃饭。所长，我来。你能这个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把警察当什么了？兄弟伙吗？一出事了就是你们俩的事了。 你们还是不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了？不是所长，赵继伟他抓小偷就算鲁莽了点儿，不至于跟犯了错误一样吧？我说他犯错了吗？我说了吗？我这不是在想办法解决吗？行，不说了，都吃饭去。继伟，来，先把饭吃了。
哎妈，咋还没睡呢？阿莲呢？阿莲睡了吧？还没有事儿，我就是最近忙呢。这个所长对我挺重视啊。最近有点忙糊涂了。妈，你跟阿莲照顾好自己啊。阿妹，在外面这个住校，别省着。多给他留点钱，啊！不要让他在外面让人看不起他。喂，呀，哎，爹，你别往家里借钱了。村里啊，给老人啊涨了退休金了，一个月多十块钱。对对对，我和你妈花不着什么钱，哎，除了给你妹妹的，以后啊不用再借了。我听着了，爹，不是，我用不上什么钱，是的。喂啊，我怎么听你说话不对劲了？感冒了？感冒了。我就有点感冒，没事。这个所里领导都很照顾我，啊，同事也很照顾我，啊。好了，爹，你跟妈早点睡吧，啊。拜拜。王九伟，你小子不地道啊！我还在所里等你呢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你那手上伤口怎么样了？我看一眼。没事。别没事，我看。没事，大妹。坐，我看一眼。嘿。你这包的什么玩意儿啊！我给你重新包一下。你看看，这都发炎了，这么大一个伤口包的这么草率，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儿？我给你重新消过毒啊，伤口这两天别见水，见水更好不了。忍着点，以后对自己好点，知道吗？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吸上鼻子了呢？哎呦，咱们所长那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不是为了所长哭。那你为什么呀？我是被你感动的。什么动啊？不就包扎个伤口，有什么可感动的？这是。大伟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谢有用吗？得叫爹。大伟，我是认真。认认什么真啊？我你别认真，你现在立刻给我停止煽情，还有，保持一米安全距离。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你杨树，你这么正经干什么呀？你这不都已经进来了吗？你看你弄得我这一身鸡皮疙瘩。是因为我吗？就因为你。小纪委，出来一下。干嘛？你怎么干？你出来就出来，出来，快！我跟你一块儿去。火锅？这哪儿变出来的？夏杰的主意，我配合他，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你俩配合，一起去超市，一起下厨房，不然呢？你有意见啊？没意见，那我多吃点呗。这锅是夏杰专门从家里边搬过来的，菜是杨树买的。行行行，你们都忙完了，我正好大吃一顿。来来来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今天赵继伟是主角。都一样。哎呦，可以吃了吧？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问一下夏杰，什么时候下的呀？这个。我下很久了，吃了吃了，熟了等。给我下点菜，给我下点菜。兄弟们，哎，先下点这个。兄弟们，哎，大伟，这里边我下了一个肉，我给你加块这个特好，那个老板推荐过。哎，你先尝吃点这个，没找着。捞不着，可能吃醋吗？这化了。吃醋吗？吃醋吗？辣椒有啊。吃什么醋啊？吃火锅吃什么醋？有没有辣椒？帮我换点菜。不够辣。哎
感谢你们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啊！我下点菜了，李大伟。不管你们以后是不是在八里花，有辣椒吗？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锅不开了，太烫了，不烫。好久没吃火锅了，果然是有了火锅帮了兄弟。他俩逗你呢，你没看出来呀？啊，勉为其难的为赵继伟举杯。赵继伟，振作起来！为我的姐妹干杯！这唱的哪出啊？这是？干杯！肉老了，哎呦，那个吧，吃肉可以了。这肉我下的，是不是不够辣呀？哎，这个午餐肉是冰箱里的吧？怎么都下了？扫码了吧？不是我黑啊！我也没动你午餐肉。不过，赵继伟，我们都不吃，你自己吃不就行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我吃不吃的事儿，这个。大梅，你把这个码扫了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咋这么小气呀、啊？不是，这是明天早餐。谢谢赵老板的午餐肉。不是，这两码事儿。谢谢赵老板，谢谢赵老板。涛哥，我给你拍吧。那也行，随便拍一张，我给我闺女看看。杨叔，跟你师傅合个影吧，这是你的努力，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。我就不拍了吧，小伟。这事儿也有你的功劳，要不我给你拍一个吧。杨叔，你来吧，就拍张照片，给我个面子。哎呀，推脱个什么呀？杨叔，笑一点。小哥，你今儿不是去老丈人家去吗？还没走呢。就去，是吧？那我进去帮忙了。哎。